他是本来是这样的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这样。
你不要讲话，你是不是有没有分手到？我只有和你讲废话。Thank you.
觉得，然后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白天读书，而之前都是我国外的。也是一个 challenge 给你的，要去感受到，要去当，要去接受这个。我当时一次来很多，会有一点，比较挑战。那个楼是安排边边的，因为我觉得把老师。你唱的人他自己的你唱的人他的人在你奶奶或者去